三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再次探险。方卓勇，我捡到一些怪怪，我走错路了，这条路不行吗？地图不是要探索完吗？我是要去的啊。强对战，哦，打赢这看起来，等等，谁？哪里？哪里？敌人在哪里？为什么会中招？小人段。好像没有很厉害的扣，我觉得它看起来很特别。我觉得这边是荒域。啊啊！我错了，我走，我走。去另外一条吧，那边之后再来。一边看一点，一边看一点。我刚刚是走这边吧？是吗？对，我刚刚是绕过他们，然后走到这边来。然后进了房子，哎呦！那房子之后被吓个半死，然后来到楼下，这个门是打不开的。然后这里会有一堆敌人跳下来，超阴险。
不用丢飞刀，他就来了。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体力用完之前多打几下啊？主要我现在体力用好快。你召唤别人帮了吧？要，我会赢得了的。你看波尔多我都打掉了，狗一样的对付方式。看起来就比较有活力这些。还有很多打不掉。觉得一定有东西拿，死人的灵魂。
就这样。也有一条路啊，都不知道去哪儿。啊，这个是上面。这个是上面。原来如此。行尸碎片，这奸大人也不能放过收塔。软鞭，新武器。90+35，速度型的。我把我的盗贼短刀换掉好了。虽然说是速度型的，但好像相对来说蛮慢的耶。用看。你到底要怎么打他嘞？好弱，好弱！破产了！啊啊！我发现了，鞭子不好用，超弱。
呀。等他过来，他要去暗杀的话，应该要省一些力。嗯，等很久呢，算了。然后好像我没有下来，他就不升的样子。这家伙是拿鞭子，还是他拿钩子？钩子。打了这只，我还不能上去看看吗？啊，这边有个楼梯啊。好大一只哦，这个巫婆，超大一只的，不要从哪里又掉下东西来，我已经没有血瓶了，很恐怖哎。感觉好像蛮帅的啊，等一下试试看。都没有在用战技，那叫什么？
啊，对面是两只的那个火焰的，很可怕的。啊！又换一个拿。之前是有一种拿各式各样的东西来打我，下来啊，他不下来的话，好像没有办法对他做什么。有红色的标记，欸，这么好心告诉我在哪里。嗯，我觉得我要被攻击了。看起来还有几只的拿那个 wand， 搞屁呀！那一颗渔火，这上面的大门，我是不是还进不去？我觉得我应该还进不去。不能从这一侧打开，那就往这边走看看吧。还有东西可以捡呢，这要怎么下去？这边吗？地方感觉有点恐怖啊！遇到怪怪的生物，好像不强，就是这样撞一下，撞一下。多少袋？锁上了。嗯，有东西，我看到你了。
思恩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